非常的好，非常的符合。对，对，我突然好紧张，我的妈呀！来了噻，这不是来了吗？在清理家里面的各种调料啊。这前面有很多的糖果、头绳、唇膏，然后这边呢就是给他准备的一个尿布台的地方。尿不太出来，那可能是迪伦煎了一个大饼。对的，你如果开早餐店，是不是就是哇、哦，好厉害！天哪！我如果开早餐店，就是那种各种都是大分量的，大分量又实惠的，那好爽。看它这个黄油好奶哦。嗯。先吃一口原味。嗯，好吃。好吃、哦。嗯，糖浆拿过来的哈，你虽然我知道你不要。再来点香蕉，天哪，我们家的樱桃树今年比去年结的好。要不吃一个啊？太好了吗？它肯定好了，这还没好啊。我觉得要再红一点。我在哪了？好，你绝对很酸，你尝一个吧。我哇，你看它油光水滑的。等一下，哇哦，尝一个，做那做 enter 就好了。酸是不是酸？一点点，嗯。等着它再放一放，哇！然后拖鞋就有了，对吧？生完了之后脚很肿，嗯。越南起来了，今天的早餐。哎，我觉得这个感觉蛮好吃的，超甜，比我们做的好吃。今天母亲节，然后居然过来看到一群小鸭鸭啊，不小鹅，小鹅，太乖了，我们都不敢靠他们太近，不想吓到他们。然后这些妈妈都好警惕，刚才我们走过来，他们就一直看着我们。OK OK。这看不见，它发现了一只乌龟。这水是不是有点脏还是什么？哦，它下去了。它这里面很多营养的，它可多吃的了。哦，它躲起来了。哦，我一脚把你推下去，嘿，看看有没有别人的。出来散个步，今天真是完美的一天，我觉得今天在家，然后非常非常的 chill。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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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Oh my god！ 等一下。我今天刚刚做完那个胎心监护出来，然后今天的羊水有点少，其实上次我检查他就说我是在正常范围，但是比较低，今天也是这样，然后他就让我今天多喝水，就是每两个小时要喝一瓶这样的水，明天让我继续回来再看一次，如果我的羊水低于5的话，他就建议我要生了。我突然好紧张，我的妈呀啊，然后有点害怕。应该没有问题的，我昨天确实喝水喝的有点少，今天一定要把水喝上来，然后希望明天检查应该没有事情，可以再坚持一下啊、哦。不过这第一次这种有点就是警报的感觉，哇 ，Oh my god， 我好紧张。OK， 今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想要拍我的 hospital bag， 我不会就要生了吧？我什么都还没拍呢。嗯 ，OK OK， 我要先冷静一下，然后先回家
So update， 昨天真的是喝了非常非常多的水。我的这个杯子嘛，两个小时一瓶，还不包括就别的我喝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什么茶呀，然后什么水呀之类的。一个晚上起来尿了100万次。然后今天呢又来做了那个胎心监护，然后又做了 B 超看我的羊水。医生呢最后跟我说就是比较稳定，他没有下降到就是他不想看到的数字，但是呢也没有说上去太多。他现在就是觉得他比较 OK， 就让我继续再喝两天水，然后也不是那么着急。因为我本来星期四又有个appointment见星期二，所以过两天星期四我再回去再看。正好明天呢我又有我就是正常的 OB 的appointment， 然后他说明天可以跟 OB 聊一聊看他怎么想，他也有可能就是星期四就让我开始去生产住院。我的妈耶。然后这周有超多的事情，明天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现在不想讲，因为我就怕我讲了之后它就不好了。好紧张，我现在开到 Target 来了，因为我的那个 Goodie Basket 还没有搞好，今天就是来了给就是到时候生产的护士啊什么的再去买点那种小东西，然后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我这周就要去生了的话。 So OK Last Target trip， 哇，真是没想到，我还以为我肯定会到40周，没想到居然会出现羊水的问题。昨天我不是出来跟大家 update 之后吗？我真的坐在那里巨紧张，我都快哭了。但是后来我让自己冷静，想一想，其实也没有什么，自己心里面是觉得我没有准备好怎么办？但实际上我觉得也没有，就是可以再准备的东西了。然后也有可能我这个羊水又涨上去，或者它可以继续再待几天 ，Who knows？ 尽量放松心情，然后继续多喝水。我现在准备去买一个星巴克。然后我再让他看能不能帮我 refill 一个水。回家了，东西基本上都买齐了，还有一个这个筐，到时候我就准备带这个筐，我们来一起整理一下。合起来 ，Alright。看到这个框，我觉得它还蛮结实的，所以我准备用它来装。然后现在有一点咖啡吧，我感觉没有人不喜欢这个星巴克的 Frappuccino。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我这边也是一个粉红色的 theme 的一个东西 ，Poppy 的这个饮料，这气泡水很可爱。这个到时候就是迪伦负责抬吧。这算是唯一的一个就是薯片类的零食吧，也是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Popcorners。Trail Mix， 这也不是说特别健康，但是里面有一些巧克力啊、坚果啊什么，还买了这种小包的糖，口香糖，全部买的是这个 Bubble Gum 口味的 Pocky， 我的好像还是 Liquid IV， 就是那种冲水喝的，他们平时应该在上班的时候也要喝很多的水吧，它里面也是这种小条一小条的，也很方便放在这儿。还有薄荷糖，接下来是绑头发的头绳，所以这种东西也是就经常会弄丢的，所以准备一点放在这儿。然后呢就是唇膏，我只在 Target 里面找到这个 Burt's Bee 的，所以我也买了几个这个唇膏。最后就是一点巧克力和这个糖，我买的全是粉红色的，还买了一点这个巧克力。然后我就装好了这么一筐，这是我打印的一个纸条，到时候就放在上面，他们来了就可以知道这是给他们准备的。这前面有很多的糖果，薄荷糖、头绳、唇膏、口香糖，这是一点那个坚果，然后后面是糖果、薯片、咖啡、气泡水，这个是 Liquid IV 冲水喝的，然后这边有更多的薯片，然后还有 Pocky 不同口味的，然后这里呢还有能量棒，然后一点棒棒糖、巧克力、糖果，最后就是这个字啦。现在这个 goodie bag 搞定，我是准备了两盒，然后看到时候情况，先放一盒，然后如果就拿差不多了的话呢，迪伦可以再去拿第二盒过来补货。耶，又一件事情搞定。我们今天又来看医生啦。前两天说他的羊水稍微有点少，然后我们最近在喝很多的水，希望我们这个 OB 会跟他说没关系，可以等到下周。希望我行。这个地的话就惨了。如果他说哦 ，Let's go to the hospital， 你们先去 check in 吧，就完了。Anyways。医生说我没事，对，还可以再坚持一下。反正因为我明天，哎不对，哎真的耶，我明天又要去那个 monitoring， 每天都去看，真的每天都在去，每天都换着不同的医生在看，希望他可以再坚持坚持。就是，
Hello， 这两天都没有怎么在拍视频，觉得需要上来跟大家就是 update 一下。我终于接到我的爸爸妈妈啦，然后他们终于来了。我其实已经做好了就是他们不能够在我生产之前来的准备，结果呢没想到最后的这一个机票，然后他们成功的过来了。然后我们来接爸爸妈妈啦，今天希望他们一切顺利。天啊，我的天啊，我的早嗨嗨，来了噻，这不是来了吗？来，从上次疫情他们回国又有两年多没见了，然后因为我又怀孕嘛，就很希望他们能够见证到我小孩的出生吧，至少忙着帮他们收拾啊，重新适应一下环境啊。今天又去超市采购，买了很多的东西回来，妈妈会给我做各种好吃的吧，所以这两天就是忙碌，然后有点担心，但是又有点幸福。已经收拾了家里的好多调料，一堆在清理家里面的各种调料啊。2021年7月份，哇、哦，这过去一年了。这又是火锅底料，所以后我得推一些。今天家里面来人换窗户，等了好久，因为这个窗户已经很旧了。今天做了好吃的饭饭，妈妈做的那是，我做了个青菜。然后我们的新窗户，好好看呀。OK， 我们准备吃个饭饭。好，我最近还在这里加工，我在这里建台面。哇，优秀。哦，这几个的可以。哇塞，好棒。做面店，哇，这个很有样子哎，真的不错。这个面汤种，你这在哪里呢？还没开始，在这儿呢。哦 ，OK OK OK， 天哪，我们出去散了个步回来，时间稍微久了点，它就发成这样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今天的汤种，今天的汤种能不成功？真的。昨天晚上，哎呀，蜂鸟它哦去叫了，要来喝水了，好乖哦，这只有点胖胖的哈，嗯、有的他们来瘦瘦的一只。你今天起的还挺早，今天我7点过了，我就早点起吧，不然你的水都没规律了。对。还是又可以。看看我的咖啡。今天早上中西合璧的早餐，妈妈他们吃橄榄菜，然后吃馒头，我跟迪伦吃烤的面包。反正他们也可以吃，只是他们可能比较喜欢吃馒头这种。哎，就面包黄油，然后可以抹点花生酱什么的。就面包黄油就行。我想说，今天先烤的面包可以尝尝原味的。嗯哼。嗯，好好吃，是吗？嗯嗯，我觉得这是我做它这个汤种最成功的一次、嗯，还可以再进步，下次更好。好香 ！Oh my god， 我要当爸妈了耶！他说可能这周哎，对他建议这周末，哦、最迟最迟就是下周。而且他现在说多少的？7磅，最多7磅。他说7磅多，最多7磅。你紧张不？我不紧张，我很激动，有一点点紧张。我有点紧张呢。拉你。Thank you。所以明天再去见我的，会到时候跟我接生的 OB， 然后跟他商量一下，看什么时候生。对的。Oh my。OK， 又要吃饭啦！真的是现在。
每天幸福吧，真的太幸福。中午饭吃一吃了，然后就吃晚饭。给大家看一下妈妈做的，中午做的那个叫什么清炖丸子，用的我们的肉末嘛，他说有点太细了，然后他说下次自己再剁。然后今天炒了一个这个扁豆，然后卤的牛腱，还有一个排骨汤。这是中午我们吃的那个焖面，番茄土豆焖面，还剩了一点儿，开饭。今天是38周加6，明天就39周了。穿 T 恤好像还好，但实际上我的肚子。最近每天在家就是一个催产催生的大动作，其实也还好啦，就是做一些运动，其实就是要多走一走，然后稍微运动运动，颠那个瑜伽球，然后好像还有一些比如说吃的，这边好像是吃菠萝，然后外国人也说吃辣的食物，我还没有吃，本来想说去吃顿火锅吧，但是我实在不是很想要吃那么油腻的东西，想一想有什么辣的可以吃。其实也有在喝一点那个蔓越莓叶茶，他说是可以帮助你软化那个宫颈口嘛，也有人说好，有人不好，反正我就是当水喝，每天喝一包，然后有吃那个 dates， 就是这边的那种蜜枣，就是在网上看大家说的一些东西都有在做，但是我感觉他还是很稳很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决定要出来，可能肚子里面太舒服了吧。我觉得我的状态还 OK， 还行，虽然确实孕晚期很累，特别是睡觉的时候，真的是我早上起来我的那个手指啊真的是好酸好胀好痛，然后真的是开始你看好水肿，非常水肿，然后因为我羊水的问题嘛，所以每天都喝超级多的水，这两天就比较放松，静静的等待它的到来。然后我想说大概的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房间的布局，美国的那个儿医协会的建议好像说小孩子应该是6个月之前最好是跟爸妈在同一个房间，所以呢我就把我的房间先大概换了一下，然后改成小花椒跟我们住在这一个房间，所以呢给大家看一下吧。首先呢这边就是我睡的这边的床，所以我把他的这个 bassinet 就是那种婴儿摇篮先放在这儿了。我们最后还是搞了一个这个 snoo， 算是一个这边的一个黑科技吧，就是他会自己摇啊，然后出白噪音什么的，是我们的邻居就是跟我们强烈推荐说这个拯救了他们。但是我们其实是买的一个二手的床，因为他这个价格其实不低，然后呢他是可以租的，因为他其实这个摇篮只能睡几个月吧，而且我不确定就是小朋友出来会不会喜欢这个床，所以我们本来是想说租的，租呢它是一个月一个月的算嘛，然后一个月好像是100多块钱，但是我就不确定要什么时候开始租呢，你说就是我什么时候要升之前租，正好看到其实二手市场有很多这个床在卖，所以呢我们就买了一个，然后它是有那种专业清洁过的，我们回来呢又打扫了一下，其实还蛮新的，然后先放在这儿，其实我完全不知道到时候它会不会喜欢， we'll see。 这是我新的床头柜的 set up， 其实就是买了一个柜子，等一下给大家看，因为我本来的一个斗柜已经全部清出来来给小花椒了，所以呢我很多东西比如说睡衣呀、啊、什么的我就都放在这边这个柜子了。然后呢这个是我们买的一个监视器吧，我们其实连上了，但是它是连 WiFi 的，然后连在手机上的，我也不确定它好不好用，也是只有用起来了才知道，然后它对 WiFi 的要求还蛮高的，我感觉你要看那个监视镜头是要在手机上看的，就没有那种单独给你一个屏幕的那种我感觉方便，这个也是到时候好用再跟大家说吧。对，我先想说因为它还没有真正的出来，而且每一个小朋友小婴儿都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也不确定买的很多东西会不会好用或者是实用，我就先大概跟大家讲一讲，大家就稍微看一下，如果之后有好用的或者不好用的点，我可能生完用一段时间然后再
跟大家分享吧，这样可能对大家比较有帮助一点。 OK，啊，抱歉，现在就是稍微动一下都一直喘气这样。然后这边呢是我床头的一个小小的 setup， 正好有个位置，我就放了一个小的这种篮子在这儿，里面呢就放了一些，其实是湿纸巾，然后呢这里有一些溢乳垫，然后这个是安心裤，然后后面这个应该叫什么产乳垫吗？然后呢这些东西就是放在这儿，我怕我比如说晚上睡着觉突然破水了或者怎么样，我可以垫一下，或者直接换上那个就是安心裤。然后后面呢我这里还有一个小的这个篮子，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这个篮子是在 Target 买的，我觉得还蛮可爱的。然后就是我平时用的这个胎心仪，然后这有一个那个投影仪的遥控板，这个是做那个 perineal massage 用的油，这有些别的东西其实都没有怎么用的，不然我就是放在床头我自己比较好拿到的，就是好够到的地方。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我的手机充电线，反正就是我现在床头的一个装备。然后这边呢就是给他准备的一个尿布台的地方，这是我刚才说的，就这个柜子里面全部装的他的东西了。然后耶，东西有点多，还有一个小兔兔，先给它拿走，从上往下这样。这个大鹅其实是我最后在沃尔玛上面买到的，它只有这个燕麦色了，我觉得其实还行，它就是有点搞笑，然后它的这个嘴是这样有点歪的。然后后面呢有一个彩虹一样图案的一个挂饰，这个好像是一个网站，也是澳洲的。我觉得好多好看的这种装饰的东西都是澳洲的网站或者北欧的一些网站吧，就是你开始准备小朋友的东西之后就打开了新世界的购物的大门这样。这个是在那个好像是 KIIN 这样一个网站上面买到的这个挂饰。然后这边呢我就是放了两个小的书架，其实这个书架我一共买了三个，到时候呢就是给它换成它的婴儿房或者儿童房，以后也可以拿来当书架用。然后现在我就先放了两个，我也是看见很多人就是把一个书架这样倒过来放，就是这样，然后你这就可以挂一个小的东西啊，或者你想挂什么都可以，就是书啊，其实给他买了好多书了，我就先暂时放了几本。这个 Dada 和妈妈的书， Jimmy Fallon 的，这是一本那种小布书吧，我觉得这个挺可爱的。然后这边呢就有一些也是小东西，爸妈从国内给我带过来，我在淘宝上买的一个小老虎的针织的鞋子，然后这边有一个这种拼的彩虹，对，就是这个网站买的。然后那个是 Mushi 的。然后下面呢我就挂了两件他的小衣服，也是我很喜欢的 newborn size 的小衣服，这里有一个牌子，到时候呢我在这儿会挂上他的那个名字，我也是定制的一个小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尿布台，我选的也是就是北美很火的一个 Kickeroo 这个牌子的，它其实是那种硅胶软垫的，其实有点担心会不会冷，但是应该还好。我也有那种就是一次性的尿布垫啊，或者是那种棉布的尿布垫，如果冷的话也可以稍微垫一下，但是我看应该没有这个问题，而且我们这儿现在好热。然后过来呢这边有一个小 Moomin 的灯，它这种一拍就亮的，然后有好几档的这种灯，我想说到时候，哎，你看到吗？我刚才想给它关，然后它就又亮了。它不是有遥控板吗？嗯，对，是。OK， 我觉得我拍它力度会稍微再小一点，再小一点。OK， 反正就是个小夜灯，想说如果换尿布起来的话，不要太亮。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小篮子，然后就有一个它的小的梳子呀，一些用的护肤品。然后这个我也是看见别人用推荐的，然后买了一个系列的它的这个东西，它咬胶，然后尿不湿。那边是一个白噪音的机器，它是那个碰了一个金属丸，是这个 Hatch 这个牌子，我买的其实是 Hatch Plus， 因为它这里有时间，像说晚上起来，因为我们房间没有一个可以看时间的地方，我可以看到。好事。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它的那个除湿纸巾的盒子，这个真的我买到之后，那白眼翻上天，因为它就是一个。把纸巾放进去，它就稍微这个有点重量把它压住而已，所以你抽的时候可以单手抽，然后它不会掉出来。哎，反正我觉得没什么必要。这边下面呢就是一些它的换洗的衣服呀，头饰，然后我买了好多这种小袜子，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穿。而这些衣服是都洗干净了。这边上面呢就是一些 newborn 和零到三个月的，然后这下面呢就有一些再大一点的，反正就先囤在这儿吧。然后这边呢一些尿不湿的东西，还有一些擦的药膏哦，然后这些都是他的小玩具，还有这个
面包超人，而这下面都是一些他的奶嘴咬胶什么的，到时候可能要一起给他消毒一下。这是 Snoo 里面全部配套的他的那种 swaddle， 就是裹巾，然后这边呢全是他的口水巾，还有一些小文具。这下面是啥呀？哦，最下面呢就是他的浴巾啊，包被啊，各种小被子，然后那下面还有换的床单啊，差不多就这样。哦，还有这个 Ubi 尿不湿桶也是反正很火的，我也不知道买什么，反正就看到大家推荐的说好用的就买来试试呗。然后它是这边好像可以锁住的，然后这里是这样打，你锁住了它打不开，这样好像就说尿布会很臭嘛。哎，我也不懂。这边有一个躺在这个啊Rocking chair 好像挺好的，因为它可以往后躺，然后就放在他床的这边了，到时候他起来喂奶。拍嗝，一紧一紧，二幺三咖啡，耶、yeah. 对，看 Sunny 黄老师啊，然后就对，还应该还不错，这个椅子反正坐起来挺舒服的。然后这边呢我准备了一个小推车，上面就有一些我的泵奶器吧，然后一些可能喂母乳的东西，下面还有一堆，这些都是奶瓶什么的，也是还等着消毒。然后那边呢还有一个袋子，就是那种提篮，稍微给它放了一下，到时候里面呢也会可能放一些尿不湿的东西吧，如果比如说在客厅啊或者走到外面去，可以拿着随时给它换尿布。隔尿垫，好多人推荐加拿大的那个 Nest Design 那个牌子的，正好有一个系列是这个小老虎的，还没装完吧，反正先放在这儿，到时候看需要什么再装。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床中床， Snuggle Me 那个牌子的，也买了那个 Doctor， 但 Doctor 我买的是在大一号的，就是它可能要几个月以后才能用的，到时候看看哪个比较好用吧。然后这是我给它买的这个小衣服，写的非常的好，非常的符合我的想法。然后一个小帽子，还有他的小袜子。我现在坐在马桶上，因为想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的一个 postpartum 的小推车，它就是在这里，上面可能有一些产后护理会用到的东西，这些是姨妈巾，这是安心裤，然后这个是美国那个 always 那个牌子的，也是很多美国妈妈推荐的，我两个都买了，看看哪个比较好穿吧。这个是那种就是之后用的喷雾，一些金缕梅的湿纸片，这个应该都是医院到时候会给的，但是我自己也买了，反正放在家里。这个是冰袋，还有一次性的内裤，那个其实是一个浴盐，因为我看桑尼黄老师推荐说要做那个坐浴，然后坐浴盆也买了，反正到时候看一下用不用得上吧。反正这个东西呢我就是放在这旁边，这样呢我上厕所过来换起来就会方便一点。然后这个是在浴室放的，就是一些他到时候洗澡用到的东西，这是那种洗澡的浴巾，然后那边有一个那种泡沫，这下面其实是配那个Stokey 的洗澡盆的一个浴缸垫，那个洗澡盆还没拿进来，现在差不多准备的就这样，我觉得已经不能再准备了，就这样吧。现在就是我们房间大概的一个样子。来，你要好好穿啊，你扎过去的时候扎好一点，主要是我肚子不太好约过来。那不是很正常吗？你一点一点的。好，你可以压住它。好酷 yeah， 就这个 one wheel 啊。